只想找到对的人，艰难怎看有谁的安稳。我爸就难听了。那我们要的是一起水手一起一这个音，好好好。老师很为难，说差不多了。我们到时候就手势舞嘛，所以那个舞蹈的感觉要有。Okay, 好，现在没有舞蹈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个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帮我检查是否已经按下了右下方的红色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正片即将开始喽！我今天要来录我们人生第二首歌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首歌。我很感动，就是完成了我人生的梦想。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就是女明星本人呢，今天拉肚子拉了三次，而且什么都没吃，居然可以一直拉肚子，怎么会这样？太紧张了吧？可能这个录音室有魔力，因为上次凡凡来的时候，他好像尿道炎，然后总会有一个人生病。今天没有凡，那就是我吧。新的编曲，而且编曲我们是现在才听到哦。很好听。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要认真，要玩得到对的人，别人天看有谁的安稳。居家省电，还有许多小撇步。冷气配电扇，我只开28度。那些大记得偷偷的变成吃点怪物。别小看你们家的电视荧幕，你的冰箱记得不要放太满。衣服先洗完就不怕时间太晚。不爱跟人抢，避开尖峰的时段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比你想的简单。好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没气了，没气了。我真的很想唱那几句，到时候让我录录看。那个你要录啊，不要录，不要录。是你他录吗？他也要录一些，太好了。再记得偷偷的吃点怪物。他有一个是他的 melody， 你的冰箱记得不要放开满。这是用 melody 的。OK OK， 就是你刚刚是用念的吧？哦好，就这个时候我还用唱的是，就是唱跟念嘛，可能有点音的感觉。对，你的冰箱记得不要放太满。衣服先洗完就不怕时间太晚。然后对对，差不多这样。你的冰箱记得不要放太满。衣服先洗完就不怕时间太晚。对对对，这个概念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处理这里。那我是抱持着一个那个用任意门的心情来唱的。突然没结果，什么都不想做，身边想做的人想的那都没有。那我们先来弄弄看。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明亮的 LED 是我们心中，冰箱的四周保留距离在通风，小小的改变我们一同拯救了地球。居家省电还有许多小撇步，冷气配电扇键一开28度，那些待机的通通的变成吃人怪物。别想看你们家的电视荧幕，我的冰箱通常不会放太满，衣服先洗完就不怕时间太满，不爱跟人抢，避开尖峰的时段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比你想的简单。有哦，这个鼻音有少了一点。好，然后有几个那个音啊，就是一起随手关关灯的一，然后开冷气的开，这两个音是就是刚刚是唱错的。好，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只想找到对的人，艰难怎看有谁的安稳。就好 ，OK， 就是你唱的是一起随手，对吧？对，那我们要的是一起随手，一起一，这个音，一起随手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这个音 ，OK， 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对，就顺顺唱过去而已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这个才是对的。好，知道了，试试看哦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要认真。一起对了。好，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蛮轻盈的，可是活力感不够。好，我好难哦、喔。你说现在很轻盈，可是活力感不够。太小心了，你太小心了。懂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只
象中的。我们先录前四句哈。好 ，OK。我觉得现在想象一下这个，我们到时候就手是舞嘛，嗯，所以那个舞蹈的感觉要有。OK， 好，现在没有舞蹈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个。来调个色，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，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有舞蹈的感觉。每家店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好，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好。唱到一半直接发现太难听。每家店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这个还不错哦， key 比较准哦。好，你再准一点哦。每家店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音其实对你来讲应该很不会很高 ，OK， 对，但是你唱的时候会有点缩进去哦， oh， 好，要把它唱出来，好，再准确一点，找到对的人，就像找到对的人，开冷气，别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，买家电找认真，就像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最后一句的那个，嗯，我觉得收的有一点点油啊。好，那我要收快一点吗？还是不是不是，就是你唱完之后，让人家听觉上觉得有点太油了。OK， 让可爱的北极熊都回归自由，滤网的生活不该出现，生活把大河昨天的烦恼统统一扫而空。这个这边的断句是这样哦，就是。他和昨天的烦恼同，四个字，四个字一句，好。他和昨天的烦恼同，同一扫而空。哦，好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女明星出第二张单曲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今天就是非常紧张，因为那个没有凡凡，然后我一个人要唱完整首歌，而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夏日节电神曲，所以希望大家听起来有一种吃西瓜吹冷气，然后听大家就是冷气不要开太冷的感觉，非常紧张，所以我决定要先休息十分钟。Why？ 休息完了，你现在要准备录哪一段呢？现在我也不知道，老师叫我录哪段就录哪段，应该是这段了。再拔掉平常没有在用的插头的。所以你平常有会有拔插头的习惯吗？出远门才会拔吧，所以没事也不要乱拔。让可爱的北极熊都回归自由，滤网的灰尘不该出现，生活把它和昨天的烦恼统统一扫而空。好好好，老师很为难，说差不多了。有一种好玩的感觉，这样自由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试试看哦。快拔掉平常没有在用的插头，让可爱的北极熊都回归自由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扔掉传统灯泡，废电又老旧，明亮的 LED 是我们心中。很好哎，气氛很好。就想找到对的人，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居家省电，还有许多小撇步，冷气配电扇键，一开28度。还不错哦，来，我们再一个。居家省电，还有许多小撇步，冷气配电扇键，一开28度。那些代替它偷偷的变成智能怪物，别想看你们家的电视屏幕。差不多这个。千万不用放太晚，恭喜了！千万就不怕时间太晚，不爱跟人抢。避开尖峰的时段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比你想简单。你要不要参加大嘻哈时代？这首歌有一个 rap， 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一起加入。就是不管是手势舞的部分，或者是这个 rap， 真的比你想的简单，真的比你想的简单。就是不知道唱的好不好，大家到时候听听看。希望大家会觉得，哎，其实一般人也唱得起来哦。先休息一下，我跟你讲，累的不是喉咙，是脚，站得很酸。现在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听一次我们把它串起来的版本，而且是还没修过了。
而且这个编曲也是今天我们热腾腾的，我坐在这边好像真的是老师哦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也能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快拔掉平常没有再用的插头，让可爱的北极熊都回归自由。滤网的灰尘不该出现，生活把它和昨天的烦恼统统一扫而空。快换掉传统灯泡，费电又老旧，明亮的 LED 是我们心中。冰箱的四周保留距离通风，小小的改变，我们一同拯救了地球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也能简单又睡得安稳。居家省电还有许多小撇步，冷气配电扇键一开28度，那些带劲的豆豆都变成吹风怪物。别想看你们家的电视荧幕，你的冰箱记得不要放大，哪一部先洗完就不怕时间太晚。我爱跟人抢，避开尖峰的时段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比你想的简单。快换掉传统的报废电又老旧，明亮的 LED 是我们心中。冰箱的四周保留距离才通风，小小的改变，我们一同拯救了地球。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，也能简单又睡得安稳。最后一遍，色关关灯，带记得脏脏的吃点怪物。哇哈简单简单又睡得安稳，好感人哦。我们居然完成了第二首歌了，会说真的来一点，而且今年居然出了两首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对不对？就是提醒大家在夏日的时候不要太浪费电。请问罗凯老师，我今天表现还好吗？果然第二次进录音室有进步而且你好像特别喜欢 rap 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本来不知道这首歌会有 rap。 我看到罗凯老师真的是鬼才，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帮我们生出这首歌，应该不到两三个礼拜吧，这个制作期比较短，很赶，对对对，极简。然后趁现在就是终于可以出门的时候，快点把这个歌录好，然后我们就尽快会在那个时间内上线，尽量啊可是这首歌很好听耶。没有，这个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罗凯就再造一个神曲了，谢谢大家，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我调个色有气氛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